怎么了？我真的快撑不住了，他待会就会哭了啦。他现在应该是饿了，你帮我去买奶粉好不好？买奶粉？你疯了吗？这么晚我去哪里买奶粉？我去哪里买奶粉？我去。贝尔，你的这么大，方不方便先喂Julia喝一下？ 你这个变态！我这样会很变态。我的牙，好痛啊！我先去弄Julia。哪有人这样？对呀，哪有人这样打这么用力？